今年五一期间，我们重庆小面协会对重庆市的小面行业的这个销售量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那么每天大概的销售量是300万斤左右，节日的5天时间总共超过了1500多万斤的小面的销售量，比往常的数据大概增加了20%左右。解放碑店吧，还是在这个节气当中，有一天还是创了新高，卖了400多斤面条一天，卖了400多斤面条1000多碗吧。